无论历尽几次路，无论受尽多少风霜，无论再要奋斗几次，才共你渡得疲劳，为你实现万千里，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，宁愿奋斗到百千次，闯出幸福快乐香。多谢 ，thank you。你好吗？麻麻地，好吗 ？Yeah，OK。头先咧，你哋都睇到嗰个时钟喺度转，即系话今日我哋咧有好多好多系咁几十年入边嘅经典，系恩尼嘅经典。嗰啲歌曲咧就喺呢短短嘅时间入边，同大家一齐时光倒流，好唔好啊？经典歌曲献给大家，我是一九多谢。要拍手呢就不要看隔离，想拍呢就拍，隔离不拍呢他家的事是啦。哈，不要让我觉得呢今天一有了中乐团呢我就很紧张和很严肃，因为这些凳呢好像一看下去呢就是大户人家的，一坐低呢就很严肃的，不讲得少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我今天被这个凳呢吓亲我，同埋这个场地有少少令到我呢我从来没惊过的，啱啱都有啲嗰个心跳呢同埋嗰时钟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咁讲返呢，我是1953年喺澳门出世的，想当年呢我是喺屋企接生的，但不是我接生，我阿妈俾人接生的。OK， 咁所以呢我就冇澳门嘅出世纸，咁一直到我大个咗以后我就去咗香港读书，香港澳门走嚟走去，我记得最后一次我离开澳门屋企嘅地址呢就係喺罗神富街嗰、那个罗哦。我今日讲广东话抑或要讲普通话呢？因为我记得，我又记得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呢讲的是广东话的澳门，那现在呢是不是澳门已经讲了普通话了呢？
唔係啊嘛，即係侵侵啦，係咪？冚巴楞中咧就蹭蹭啊！所以今日咧又有廣東歌，亦都有國語流行歌曲。因為後來我讀書去台灣嘅時候，我睇大家睇咗啲影片，知道我有個女啦，走唔甩噶啦。即係我話我冇生，你唔會信噶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我又結過婚喎，你哋又睇到啦，戴咗戒指添，所以有好多嘢咧係不變嘅事實。但係我覺得我呢一世人非常嘅開心，我嘅起伏好大。我比普通的一般人喜乐大好多，所以我觉得叫做冇白嚟行一转，就算再大的起伏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撑到过嚟嘅。所以一个人最紧要是要靠自己的毅力。咁而家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见面，我好开心，因为我冇谂到我会再企喺澳门嘅舞台上边同大家见面，我真系冇谂过。不過好多謝咧，文化局咧已經邀請我幾次，但係我呢一次先至有膽力，因為我覺得中樂團俾我個感覺係好高尚嘅音樂，係同我哋呢啲嗰啲多謝，咁快就有花啊 ，OK， 慢慢仲有嚟啊，多謝阿嬸嬸俾啊，係啊，多謝多謝。多謝多謝，未拜拜，你坐定，我仲要同你見兩個鐘，係啦。咁我都係咧，一開始我諗我講太多啦，我都係呢一束咁靚嘅花係我屋企自己人聖恩嘅咧，係啦，聖恩嘅咧，係因為好耐好耐冇見啦，好耐冇翻嚟，咁都係留翻啲説話，慢慢喺中間一啲一啲再同大家慢慢嘅回味，唱歌先啦。今日都係靚歌，你而家聽下，跟住呢一首已經係頂唔順嘅靚啦，《黃包車》，多謝，多謝。
多谢老师，多谢多谢多谢大老师同埋小老师。Actually， 我唔系好习惯，因为你睇我庞安田，你睇我香港嘅演唱会，叮叮咣啷，叮叮咣啷，跳嚟跳去。我听埋啲音乐咧，老老实实 update 啲啦，即系话好 heavy metal， 即系好明确嘅。但系一碰到咁靓嘅音乐咧，好似撥蝴蝶咁樣，喐唔喐就叫我拍下個蝴蝶，跟住咧好迷幻，因為太靚啦，佢哋人又多，嗰個聲係好靚嘅，成個好似做兩三百中英台咁樣，所以我驚我一點解唔敢嚟，就係真係覺得自己仲未準備好，係有資格，但係未準備好。今日準備好咗嚟啦，但係又驚到要命喎。咁就係希望今日晚黑咧，我知道大家都好安靜嘅，已經有預咗噶啦。咁預咗咧，我哋要慢慢嘅去進行今日晚黑呢個節目，因為好多歌咧係出你意想之外嘅，即係會有少少變動，同埋聽嘅感覺係唔同，係紅磡嘅，因為紅磡嗰啲係我同佢嗌。我哋表演嘅时候系好激情嘅，而家呢个系好 mellow 嘅，所以系完全两种睇法。跟住为大家介绍呢一首歌，冇 string 系唔得嘅，就算喺红磡个琴都要做咗 string 喺入边，即系证明呢只歌咧系需要佢嘅。为大家唱嘅系唔系《春雨温度》？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
雨中交响曲，多谢。只可心疲如炸，两脚在马路雨中湿透湿透，轻轻踢着街边空盘塔，笑对着雨点吹。这首歌的时候我几咁惊，因为我惊他们脚的嘢脚一阵嘣快得滞啊！但是是不是真的好正好正，简直是意想不到，是不是？掌声鼓励。Thank you， 谢谢彭老师，就谢谢每一位老师，谢谢啊。我很紧张，你呢？你不紧张啊？因为你天天做。那其他的老师紧张吗？都不紧张啊？我很紧张哎，因为真的第一次合作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再继续的合作，好好的合作下去，加油哈！我要加油，我老怕我走错了位置，唱错了词儿。OK， 那我而家咧要为大家介绍嘅呢一首歌咧，又系一首电视嘅主题曲。你知啦，我啲 hit 嘅歌通通都系电视主题曲，今日一首都唔会冇，全部都会有。OK， 咁阿发仔啊，发哥，而家叫阿哥，迟啲就叫发爷噶啦。所以咧，所以好多戏咧，佢嘅戏都系我喺度唱噶。咁啊，本来带咗啲影片嚟俾大家睇，但系 OK， 而家为大家唱呢一首歌系叫做《冲击》。Thank you。
好，您稍后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冲击》，这里是中央电台都市之声华之声为您直播的珍妮演唱会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明明是对，偏偏变错；明明是爱，偏要躲。人世为什么多冲击，翻出痛楚？妈的花，闪闪的泪光不平凡。
船好靓咧，系咪？我哋要多谢吴导演、吴思远、吴导演。呢个船系佢谂出嚟噶，佢话 Chinese 啊嘛，有啲中国味道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而且咧，呢只歌真系，只只歌都吹得咁好听，咁点搞咧 ？OK， 我盲噶，我戴咗 contact lens， 但系我个度数得一半。我啲老朋友一定知道，所以同我打牌好好，我成日会松张嘅，睇唔清楚啊嘛。跟住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堆一堆的国语流行歌曲。我是在1973-74年的时候，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进入了电视圈。一开始呢，我是演电视剧的，结果我告诉签约的时候，我告诉老板说我喜欢唱歌，我不喜欢演电影，因为我这个人还没玩滚的，从小就很顽皮捣蛋，不怎么爱听话，所以呢叫我几个人演戏的时候贴一个纸条在那边，然后叫我站在那边，那个光不可以挡住别人，那我永远都是随便乱走，话也是乱讲，我觉得只要大纲记得就好了，原来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导演也蛮讨厌我的，那我也很不喜欢演戏，结果呢我就选择了唱歌，就做每日一星啊。那个时候有邓丽君啊、 Teresa， 那时候我们这一班小朋友啊，尤雅啊，然后有张艾嘉啊，那些黄莺莺啊，那一堆小朋友都是在学校念书的，还有苏芮都出来，然后晚上呢就跑到 pop 到夜总会，那种夜总会就是bar 的那种夜总会，不唔系低级嗰只吓 ，OK 系高级嗰只 ，OK， 咁咧就喺嗰度唱歌咯，咁就唱西洋歌曲。嗰阵时候就系、是，我记得我第一只歌就 ，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fall in love again? I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。嗰阵时候就系唱西洋歌曲。结果后来呢就被电影公司看中啦，然后嘉昌老师啊，跟着就有孙怡老师啊，然后接着有骆明道老师啊，古月老师，就一直在为我写很多的新歌，有好多好听的歌曲，一直不停的三个月就出一张很不值钱的30块的唱片。所以我到现在呢有180张唱片，因为是以前积下来，我恐怕都是我第一名了。以前有很多烂货啦，但是后来又加了很多好货啦，那现在越来越好，所以呢就一直把自己在 upgrade， 一直让自己更进步更进步。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了几首歌曲，然后也要介绍给大家。刚才的一首呢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《鲁冰花》，接着下来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一首歌，因为当时老师他们一吹奏的时候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几乎听不出来那个是我的歌曲。现在呢，我要为大家唱的是《誓言》，谢谢。
此的分手转眼已三秋，知道我点解咁惊啦，因为呢，真的吓，靓人街，靓音乐，比起嚟香港红磡好睇，呢度好睇先，呢度好睇啊！你上咗年纪啦，我仲年轻啦嘛，讲笑，真的是不同的东西，我觉得。难怪我觉得很久以前我跟一些弦乐的会有点格格不入，就是以前我唱西洋歌曲的时候，因为我总觉得他们觉得我们是靡靡之音，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是靡靡之音，这种 rock and roll 的东西都是疯子，因为他们是很斯文的，在那边很 gentleman 很 lady 的，那所以感觉上其实以前是有一点点距离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一直个人觉得音乐是没有界限，没有语言，最要紧，因为音乐是一个陶冶个人性情的一个很美的东西，所以不要弄得太复杂。我很怕现在的新歌噼里啪啦的，不知道他们在 rap 什么东西，我也觉得不能够接受。那我是个音乐人，如果我都说我听不懂的话，那我想你们也不会听得懂。所以美的音乐呢，是五十年不变，现在唱的歌都是五十年不变的歌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三天就变了，就不记得了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是弦乐，所以我说今天我很矛盾那个心情，我又很兴奋跟他们合作，可是我又有一点点抗拒，你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我有一点点好像怕自己没有办法跟他们接上轨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，能够今天跟澳门的中乐团能够合作，我也很感谢，再次的感谢有这个机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不停的有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这一些每一位的团员，谢谢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很努力，谢谢谢谢。可是呢，我里面也有我的好朋友黄安婷，你要等级兵哥，有我的好朋友，他今天呢在做小兵，还都做小兵，因为我一定要请他过来。事关呢是我对我自己没信心，所以我有他在这里，我觉得我可以安全一点。
你估系边个？吓 ，Melody 都出咗嚟，梗系唔系啦，佢翻紧学考试啊，今朝同我讲。咁我呢个朋友系我永远演唱会都有佢，我啲谱全部系佢写噶，有好多歌都系佢帮我写噶，所以我请佢嚟，我话中乐团系为主。你一定要在旁边要傍住我，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一起，要跟中乐团要配合到天衣无缝。那我现在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的杜志慈 Andrew Thank you Andrew 老师，多谢 Thank you Andrew。 杜志慈，我香港的演唱会、世界各地的演唱会都是他跟我一起走的，我们是西乐啦。那他呢，他也很厉害呀、啊、阿鹏老师，他一个琴就可以奏80个人的因为他把它调到弦乐，你看多赖皮啊那个 synthesizer，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电子还是电子，真的东西就是真的东西。所以我非常的，我觉得这是个奇迹，能够让两位这么棒的老师能够合作啊，这么多的朋友能够互相融洽在一起。我今天只讲一遍，明天我就不会再讲了。我真的由心底的这两天是很感谢大家的合作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接着下来还是唱歌，继续为大家唱的这一首还是老师你弹吧，他们一定知道，考考他们，考考观众心愿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这是我心愿。
接着下来呢，还是为你介绍一曲大家非常喜欢，以往我比较少唱，可是最近因为刘家昌刘老师他在香港做了演唱会以后，他的歌突然之间大家开始注意起来了。那然后我们去唱呢，就唱了几首以他的名曲，然后呢就开始有很多人把它翻译成广东话。那当然呢，没有我这个原唱的好听，不管他们怎么唱都好 ，OK。刘老师，我现在介绍的这一首歌，我唱的时候是被他是我是挨揍的，因为他是我们叫他刘疯子，尤其是我父亲，每次呢都会讲起来疯的，因为他是很情绪化，非常的变化很快，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。他去洗手间他都可以写歌的，我们成日唱厕纸啊，厕纸写的歌啊，我讲的不是唱厕纸，是用厕纸写的 melody， 有时呢就是餐纸，有时就是餐巾，所以什么款东西他走去哪里，他一想起的时候他就可以写一首歌曲。那我们这些呢就是半夜三更不理你最后都要读书，他都会叫你起身，哎呀我听日要拍早班啊，那个要对嘴的主题曲来的，那就要拉去咯，半夜都要去。那唱跟着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们毫无准备的嘛，一进去就要拎着的厕纸就要唱的嘛，那是的，真是啊。那而且那阵时呢，是所有的乐队呢是全部一起，是大家一起吹就跟住我哋喺嗰度唱，因为嗰个系古时候 ，OK？ 咁我哋嗰个古时候嗰条音乐带咧系短到咧好幼好幼嘅，系如果你唱错咗，夹硬要搏嘅时候咧，系要靠剪刀，然后再将两个黐埋一齐，然后用胶纸去黐嘅，所以系好古老、好古老嘅嗰种方法。因此唔系我牙刷刷，以前嘅歌声。真的是歌声，现在呢，谁都唱得 Homeless 都唱得，
咁所以有好多系 K 啦，大家都中意去唱，真嘅每一位都可以做歌星。我听好多人仲唱得好听过而家嗰啲新潮嘅歌星，所以如果你哋都入厂，然后用佢哋嘅机器嘅话咧，你只要咁咪已经得啦。听日你就有一只歌你唱得好靓噶啦。所以嗰阵时我哋咧系一齐噶，咁我冇情绪啊嘛，一入去之后去咗音乐。我就唱极佢都唔满意，非常之唔高兴。佢就话唔得，再嚟，唱到我猛整，唱到我唔想唱。我话我要翻学啦，我要走啦，你搵第二个唱啦。嗰时候我都好臭，好臭荡，不唔系嗰阵时，我而家都好臭荡。咁，所以咧，咁我就话要走，佢话唔得，佢拎个门锁起嚟，所有嘅乐师通通出晒去食早餐，然后佢锁我喺入边，锁我入边，佢话你今日唔唱好，你就。唔使出嚟，佢哋就喺大玻璃啊嘛，睇到佢哋食早餐几咁可恶啊，咁喊啊喺入边又走唔甩，叫极我话唔想唱都唔得，后屘喊住，喊住好凄凉噶，去唱呢一首歌，一唱完出嚟，啜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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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石石，爱到不得了，我就是要这个，就是要这个，他真的是神经病哎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我们来为大家唱这首。我家在那里，谢谢。Thank you.
他们真是好够靓啊，爱死了。跟住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，好难回复翻平静。当你唱这些主题曲的时候，前面好像有个画面，你要对住那个镜头，对住那些剧中人他们做的那场戏。所以我好需要就是要看那个剧本是讲紧乜嘢，你先至唱得点样嘅感情放入去。其实我有时觉得我哋其实仲叻过啲做戏嘅。做戏嘅咧，佢哋可以用眼、用鼻、用手，可以用身体嘅语言，可以去表达佢要讲乜嘢。但系唱歌嘅咧，你睇唔到，佢要用佢嘅声，佢用佢嘅一个好简单嘅声，佢将喜怒哀乐、爱恨。通通要唱在他的字里面，所以要让大家感觉到，我刚刚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汗毛竖起来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进入情况了。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多谢。咁而家我哋可以唱一啲轻松嘅歌啦，因为呢我排歌，我可能呢一隻歌排得唔係好啱，跟住呢一首歌太轻松啦，所以要讲下说话，让我现在回复翻，要开始顽皮为大家唱的是可爱的玫瑰花。谢谢。就这样深深爱上她，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她。尊敬，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的爱上他。深深爱上他，啊！我愿像那公公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，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像那高贵的气质中纯净，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
风中，我仍像那高贵的棋子手的传奇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的爱上他。唱片啊，有啊，咁都几乖。我个唱片出边街冇得卖噶，系我自己跟住演唱会嘅时候，我卖俾真系要嚟睇我表演嘅人。我唔喺街度卖俾嗰啲求其买嘅人，所以咧，你哋先至系真真正正嚟睇恩妮表演嘅人。所以我希望喺呢个两年入边。我可以好好地嘅做多两年。我女儿毕业嘅时候，我谂我都毕业啦。因为佢同我讲：妈妈，你唔好太辛苦。我毕咗业之后，我会养你嘅。心都甜晒，系咪？一阵咧喺最尾嘅时候，因为呢两年我唔知我。以前咧，我好拒絕同啲即係同啲觀眾啊，或者係啲歌迷啊，即係比較接近同埋搞 fans club 嗰啲，我好少有呢啲咁嘅興趣，因為咧，我覺得我中意俾人哋欣賞，但係我唔中意好迷戀，即係我結婚你會自殺嘅嗰啲咧，我就好難頂嘅嗰啲，即係遠遠地咧，你就話啊呢、這個幾靚女，咁我就已經覺得。
好安慰，好开心，同埋歌唱得好好，咁我都好开心。咁呢个就係我真係要嘅，因为我同你哋一齐，我哋一齐长大，一齐长大，一齐过呢个一生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你哋係我嘅知音，永远喺我嘅身边，次次有亲我唱嘅时候，你哋都会喺度出现嘅话，呢个係我嘅荣幸，呢个真係我最需要嘅。多谢大家今日嘅光临。计嚟计去呢，头先我讲1953年呢，你有冇计过数先？我几多岁？28。你真係、I love you. 好彩唔使倒转过嚟82㗎嘛 ,28。我54岁咁呢，咁老实讲，如果吓好靓啊，係啊，我都话叫你得闲要想多啲呢开心嘅嘢，跟住买多啲珠宝俾自己。咁呢然后呢多啲叫老公啲钱呢拎返嚟俾我哋自己使。咁呢要多爱自己，我觉得人嘅开心先至係最重要嘅。我之所以好可以保持，除咗我嘅心情要保持得好之外呢，我仲觉得呢我係不断嘅，我係唔怕用时间嘅去不断嘅係装饰我自己。因为我要上台，所以我知道麦屎我要去点咗佢，太肥呢我就要绑下绷带，咁就减下肥，食嘢嘅时候要谨慎啲。所以好消息呀，呢两日我为咗呢个 show 呢，我驚到呢三日瘦咗5磅。唔信你嚟做下，你都会瘦㗎，如果你要唔要减先。真的，咁我呢成日就有去医生嗰度啊，去做 facial 啊，咁有时会做下雷射啊嗰啲乜嘢，咁梗係唔係打呢度打嗰度，装呢度装嗰度，咁样咁样，咁冇嘅。咁但係呢就係、是、好 normal， 即係一般女性，我觉得呢个係好基本嘅礼貌，要将自己整到靓靓干干净净嘅，就算唔做嘢呢都要好爱自己，人最紧要就是要爱你自己，唔好等人哋嚟爱你。OK， 咁而家我要为大家介绍嘅咧，不可少嘅喺我嘅演唱会入边，我梗系唔理我喺香港又好，我喺边度都好咧，我一定要去吉隆坡，然后请我呢三位和音，但是今天我只是请了两位，因为我们不够钱，因为我不够钱，因为我做晒在他身上嘛，那不够钱开支咯，所以就减了一个咯，是真的不好意思。本来呢我还想用5个6个的，但是真的不够钱，我想是可能啲飞卖得太便宜益了你们啊。那我请了两位 ,enough, 够晒了。for 大家，只要唱得好嘅一个人都够啦。咁我而家请咗呢两位系我嘅好朋友，变成和音变成好朋友，因为好多嘢好有默契，同埋好帮手。咁大家都好认真。咁跟住嘅呢几首歌呢，我哋唱嚟唱几首有意思嘅好柔情嘅歌，同埋呢就系、是、你会鍾意听嘅。咁啊，有少少变化啊嘛，唔系个舞台上面除咗靓嘅景之外，好嘅音乐之外，仲要有靓嘅人、靓嘅和音，先至可以做得更好。为大家唱嘅呢一首咧系《木头人》，多谢。我哋再嚟一次啊！着信封一身，心里再涌出怨恨，令我又要睇，却又怕，怕内容舍得痛恨。
多谢为你介绍的这两位朋友 Lydia， 掌声鼓励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阿皮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多谢 ，Thank you。而家为大家继续唱这一首歌，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。你们可能好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所以唱一首。他们在后面帮我拉拉拉拉拉拉，然后这么漂亮的一首歌我今天要唱给你听，打火机。多谢老师。自
死，时日到了你会把我一手抛弃，令我心爱痛地仇恨你，凭着这笑笑礼品，沿着你口边香烟，出的一声那一声，其实说真你，凭着这笑笑礼品，随着我心的心声，灯的一声那一声，其实说真你。跟住再为大家演唱呢一首歌，又是比较少唱的歌，但是个个人都说它是一首非常非常之好听的歌。可能我比较喜欢唱一些比较轻快的歌，所以这些很 mellow 的歌今天是很适当的，在这个地方唱这些这么有感情的歌，为大家唱你很熟悉的最后的玫瑰。多谢，谢谢。你的一副笑容能去心中忧虑，
只快乐为何来去如飞，像那天上不幸炸雷炸醉，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，送我心向永恒，谁知有尽时，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，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，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，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，心中给你